真是越活越年轻是吧？啊，真是生命的奇迹。嗯、啊！탤런트 같아요？帅不帅？你看我今天帅不帅？有个人作为生日礼物啊，送了我这一件 T 恤衫，说今天晚上非得穿。一看哇，够帅气，年轻了十岁，年轻了十岁是吧？啊，课讲不出来了，就想摆姿势了。是不是你们不想听我的课，光看我的衣服了是吧？是希望你们集中到我的课上来啊。哦，走走 T 台 T 星台。哦，他说这好贵啊，衣服好贵哈。我好吗？怎么样？我穿帅吗？嗯，我们小朋友说帅，我们小朋友说帅，真帅了啊！我也很满意，嗯、啊，我也很满意。本来想讲一些深刻的主题，但是穿上这个衣服飘飘然了，讲不了深刻的内容了。我们书归正传。好了，我们呢？是啊，学会了，明白了，上帝复仇是和我们所理解的复仇是截然不同的啊，那是吧？上帝的惩罚，上帝的复仇，这些和我们上帝的震怒，这些表现呢，和我们人类的理解呢是天壤之别，是天壤之别。昨天呢，啊，我们讲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吧？因为他恶贯满盈，所以用火呢，然后让索多玛和俄摩拉灭亡的故事，这不是上帝的本意是吧？
其结果呢的确是上帝保护他们，眷顾他，把持他们的这个力量呢被拒绝了，是吧？就是他们没有给上帝留一点点的生机，是吧？是以生命的气息在无法把持他们。为什么？什么啊？人啊，顽固到底，拒绝了上帝的爱。爱不是无理的啊，不是强塞给我们勉强的，爱里边没有勉强。所以上帝啊是选择的，给我们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呢就是爱的一个最重要的属性，那么让我们选择，并且为我们的选择呢做负责任。我们韩国人呢对赋予这个选择的自由的爱呢，韩国人还很陌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因为没有被赋予过选择的自由啊，是吧？不给对方选择的自由，因为我们也没有这样受过教育，是吧？那么如果你不按我说做的去做的话，我们就不高兴，是吧？再好的东西，再好的忠告，这个忠告就是听这个忠告的人不选择的话，那么最终呢就是什么？最终是由你自己来决定，是吧？取舍你自己决定，这是才是什么正确的态度，是吧？上帝就是用这种态度，就说不是那种强制性的，是吧？说我说好你就得照办啊，这是非常无理的，是吧？非常无理的。那么这样做的人呢，因为我是爱你的，是吧？因为我爱你，懂不懂啊？你不知好歹啊，对爱的概念的理解呢截然不同。那么这个选择的自由，对我那些我所爱的人，尤其是对子女呢给他们选择的自由，容易不容易呢？真的不容易，真的很难做到。尤其呢比如说10岁的孩子呢40岁的父亲对10岁的儿子说给他选择的自由几乎不可能啊。我们以为给他这样选择的自由就大事不好了，是吧？这是我们的固定观念啊。所以能给他选择的自由吗？那是根本都说不通的，是吧？所以不给他选择自由才是爱，是吧？什么都是由老爸替他选择，让他选择不等于是放任自流吗？那还能好？才10岁，他懂什么？他懂什么？差多少岁说？差30年是吧？但是差仅差30年，却不能给儿子自由，是吧？那么上帝和我们的不是10岁和40岁的关系了，是吧？是真的是1岁对无限，是吧？但是还给我们选择的自由，用我们的大脑无法理解，是吧？难以理解。所以上帝的这个大爱用我们的这个小气量去衡量的话那就很容易歪曲曲解。所以我们韩国人所理解的这个爱呢，是不给对方选择的自由，其结果呢就是父母呢最后要负责到底，是吧？那么我替你做选择，我替你做负责任因为孩子没有做出任何的选择，这是当然之事，父母负责是当然之事，是吧？对，所以说结婚的时候给他买房子给买车给他带孩子有什么问题都给他兜着，是吧？那么你们过了太平洋到美国就完全情形完全就不同了。首先父母呢打小呢就让他选择，让他选择，选择的自由。我的想法觉得这么做不好，但是呢
你最后选择呢？你自己选择，你自己拍板拿主意。啊，不这样做的话行不通，因为这个社会呢已经这样形成了一个思维模式，是吧？和我们韩国社会不同呢，你选择的你是问题呢，结果呢你自己兜着，你自己负责，是吧？好坏你自己承担，这样的是吧？这是什么？我们觉得是很合理的，是吧？其实韩国和美国两个都合理，有两个都不合理。所以韩国人的那种爱的方式呢是，有他的道理。美国人的爱的方式呢，对他们也是合理的，但是两个合理呢，都是偏，是吧？都是偏。但是。上帝在上帝的层次里呢，是合理呢，和我们所说的合理是不同的。首先，上帝给我们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完全的自由，是吧？然后呢，对我们那些选择的选，我自己选择的那些不好的结果呢，按美国的方式应该是谁来承担？由我来承担，是吧？用上帝的方式呢，是谁的责任？是上帝的责任，就是把韩国式的爱和美国式的爱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到上帝的爱了。这既不是韩国式的爱，也不是美国式的爱，是两者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爱，是谁的爱？是天国的爱，是由我的念头和我的念想和你们的念头是天壤之别。那么，既然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那么其实呢，我们身上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其结果也是什么的结果？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是吧？我们选择了这样治病的道路，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给我们选择的自由的话，也许我们不会得病，是吧？所以呢，上帝呢，上帝，我给你让你选择，那我就要负责到底。你走生命的道路吧，做新起点，运动。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就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什么？为了医治我们，为了负责到底，为我们铺设的生命的道路，是吧？所以告诉我们，你们要接受生命的气息，那么打开我们的基因呢，里边已经把这个医治疾病的所有的计划、所有的程序已经都编写好了。需要什么？需要铺设生命的基础设施，要健康饮食，要多喝水。你又不喝水，成天喝酒、喝可乐是吧？喝咖啡，你们的基础设施都被破坏了。那么，即便生命的气息再怎么赋予你。也无法奏效，是吧？你们说这个神妙不神妙？非常神妙。所以新起点生命原则呢，你们选择它，就等于选择了什么？就是明白了上帝的爱，明白了上帝的爱和这个我们人类的爱是不同层次的爱。当你们这是走新起点生命的道路，就是你们真正的体会上帝的爱的一个这个切身的机会，是吧？切身体会的机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吧？非常美妙的。所以呢，事实就是这样，是吧？就是疾病康复啊，如果是我们的责任的话，是没有活路，是吧？因为和生命的基础设施和生命的气息没有的话，那么这个疾病是不会康复的，是吧？不会恢复的，我们的基因无法修复。所以我自己呢，自身的病自身负不了责任。所以今天我们败坏到了这种地步，是吧？所以今天大家懂得了这个道理，这才是真正的福气。新起点生命道路呢，就是上帝负责我们到底的道路，上帝为了治愈我们的疾病呢，就是上帝，我要负责你们到底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选择，是吧？当上帝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也满心接受，打开心门，
然后这个两下拍板啊，心合为一的时候，这种奇迹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确实的选择啊，毅然决然的选择。当你们这个选择啊模棱两可的时候呢，结果也会模棱两可。所以啊，你们呢啊，你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啊，在做这个选择时候啊，要明确表态，要明确表态，毅然决然啊，要向上帝呢表现出你已经做了这样的选择。那么不让我们做这种明显的表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面子，就是面子，是吧？碍于面子啊，矜持，是吧？所以这种面子矜持啊，妨碍我不能毅然决然的表态，是吧？那么尽管这里没有没有表明是谁，但是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是个无名氏，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啊，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啊，等着水在动啊。那么血气枯干的人是什么病啊？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是吧？那么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是吧？只要当这个水动的时候，第一个跳进水里的那个人就会病就会康复，是吧？在这个毕士大池边呢，有很多的病人呢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水动。那么现在还有很多人等啊，因为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过，是吧？曾经水动过，实际呢第一个跳进的人确实什么啊，病也好过，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坐在那里等着，是吧？一个月动一次，两个月动一次，我们搞不懂，但是呢的确有人病得到医治，所以很多患者呢等在这里，等在这里，等着水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什么？你们睁开眼睛看一看，用你们的慧眼看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你们在这里 学了这么半天，应该一下就能看出来，约翰福音五章三节呀，正在给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什么信息？我要一句话概括。这是不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却相信它。为什么不是正确的呢？是一种迷信。为什么是迷信呢？那么和真善美是无关的，是吧？和生命的气息是无关的。就是谁有力量，谁能竞争的过啊，就能跳进去，是吧？还是个竞争的社会，是吧？你使我活的拼命的地方啊，你们也能看得到，是吧？这里没有真善美，这里没有生命的气息，这里是一个更加激烈的竞争的场啊。那么浑身是病都已经够冤的了，是吧？我们这个弟兄更不行，眼神不好，是吧？这是说我呢，这意思就是说我呢，是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怎样的信息呢？那个时候和现在没什么两样，是吧？没什么两样
所以那些有钱的人是吧，有力气的人，啊，腿脚利索的人，信息最快的人啊，这些人都红着眼，红着眼是吧？为了自己呢，这里是一个就是更利，就是利己主义的一个温床是吧？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啊，这是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教训，所以大家。睁开慧眼去看的话，用慧眼去看待世间万物，是吧？处处彰显着上帝的真理。是的，唯恐别人比自己快一步，所以呢，就不择手段，拼命玩命的怎么样？这是谁给的这种心理？是生命的念头还是死亡的念头？当然是死亡的念头。死亡的念头，整个世界呢都是这种竞争的世界是吧？现在解放了吧？是受解放的人民了是也不知道从哪儿听了那么多这个乌七八糟的东西脑子里乱得很。好了。所以呢，但是这里呢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是病了38年的人，病了可真长的时间呢，38年的话，病了38年，病了一辈子了是吧？病38年还没死，这也是个了不得的事，是了不起的人是吧？更怪的是什么？不可思议的是什么？38年在这里什么？等着水冻呢？在这里等着水冻。他不放弃，他不放弃。你们要明白他为什么有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韧劲儿。有的人2、3年可能就放弃了，是吧？他能活38年，可能就是这种不放弃的念头是吧？那么38年他不死说明他有盼头，是吧？他不死心，所以他能活下来，他有个盼头，有个盼望。那么我现在问大家你们现在把你们的盼头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盼望什么？这个人，这个病人，他在盼望什么？他现在盼什么？他在这等了这么久的时间，是吧？如果一个人病了38年的话，他跳进水里的第一个跳进水里的概率啊，可能几乎是零，没什么希望。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问他什么？你要痊愈吗？耶稣说什么呢？好像说的一点都不在理儿，是吧？那比如说我是患者的话，哪个患者不想痊愈啊？那么我不想好的，我在这干什么？我来这干什么？明知故问嘛，是吧？耶稣。肯定不是明知故问，是吧？那么，这是你们自己要反问自身的一个问题，是吧？你们反问自身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呢，虽然口上说他们要治愈，是吧？但是他们心里呢，我再重新解释一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不是希望这个病快点好，这样我才能去赚钱，病快点好了，才能快点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去，是吧？这不是真正的想好，这不是真正的想痊愈，知道吗？那么
重新康复了，得到健康以后，重新去回到原来的生活的话，莫不如病不好啊！我不想改变自身，想把这个病呢还好了以后呢，我要更加变本加厉的什么？还要变本加厉的去过原来的生活，是吧？不图自身的改变啊！大家问这个问题是吧？啊，你真的想痊愈吗？就是你要彻底的改变你的心怀意念吗？啊，你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时间，听了很多的善道是吧？我们在这里前排坐的于先生会怎么想啊？啊，我知道我自己的病是怎么来的了啊。那么病好不好呢？对我无所谓了。我现在开始所活过来的人生呢，啊，是枉然。我要跟我过去的生活完全诀别，完全告别是吧？我要走一条全新的、崭新的生命的道路，成为另外一个新人了，是吧？这个时候，这个病呢，这个旧人身上发生的病呢，随着一个新人的诞生，也就不会没有，也就会完全摆脱了，是吧？嗯，只有你们成为新人的时候。啊，触电了，我触电了，触电了，触电了，所以你们应该有这种触电的感觉。我们这个，你的名字很好，真哲很好，我们这个，总务啊，也叫真哲，我这样的名字的人我都信，哈哈。好了，你们看，所以这个病治愈啊，光治病的层次上想掀起点生命运动的话，这是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们这个朴先生今天给我们做见证是吧？过去这个孙子们就这样发火是吧？成天对老婆也是这样发火是吧？气不打一处来，脾气很大。现在变得什么？变得气管炎了是吧？完全成为新人，开始了新的生活，告别过去所有的这些生活，然后呢，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我们称之为什么？是挑头，这叫挑头。以前我是朝什么？朝死亡飞奔是吧？南辕北辙是吧？那儿有什么？死亡。这个路的尽头是死亡。我们向着死亡呢，这样大踏步迈进，成天想着什么？想着是个死亡的念头啊，嚓嚓再这样一步一步一步，啊。那么新起点呢，就是让我们挑头，然后向着什么？生命的道路，向着生命啊飞奔是吧？鲲鹏展翅了是吧？这才是真正的新起点生命运动是吧？我们这个我们太太是不是很幸福啊？很幸福。好了，后面还有一个太太呢，开始降服了啊。我们文先生的太太是吧？今天没讲那个内容吗？大夫说他有六个月的活期，因为他患胃癌，癌症扩散，是你最多能活六个月。那么这个文先生呢？他说。六个月也有好几种是吧？六个月也有好几种是吧？这六个月的活法也有好几种活法啊，有一年六个月啊，有两年六个月啊，还有四年六个月是吧？现在四年六个月了是吧？四年六个月是吧？六个月有好几种，已经活了6年10个月，四年六个月了，夫妻之间好的不得了是吧？如胶似漆。
啊，开始了新的人生，崭新的人生。所以你想痊愈吗？这句话呢，问的是什么？不是问你病想不想好，病好不好，在耶稣那里真是，小菜一碟。你是不是要从让你得病的这个生活当中完全摆脱出来，要过一个崭新的生活呢？他问他的决心是吧？那么，当你们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你想痊愈吗？这句话呢？啊，是你想要过一个崭新的生活吗？改变你的人生吗？这样的提问是吧？啊，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如果医生问你，你想痊愈吗？那不是这个概念是吧？他只是你肉体的疾病想不想痊愈，他不关怀你的人生，他只关注你的疾病。但是上帝问我们说你想痊愈的时候呢，就是问你想依靠我吗？是吧？那么问了这个被问到的这个花了38年疾病的这个患者呢，然后他回答说，他怎么回答？他说啊，我想好。啊，这样回答的话，知不知道他是回答到底是什么回答？是想康复疾病呢，还是真要挑头过新的生活呢？这个答案当中我们看不出他的意图来，是吧？所以你们看，所以他这样回答。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那么这个人呢，啊，需要第三者的帮助是吧？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法跳进这个水里或者得到治愈的。尽管这样，尽管他身处绝境，但他还在等待，这是在我们来说非常可笑的是吧？没有盼头的，是吧？啊，非常可笑。那么从这里你们应该看到什么？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们会等到这一天吗？谁都没有人把我抬到水里是吧？那么靠我自己的力量还不能去，那么比我腿脚利索的人有的是，但他还是在等啊。他在等什么呢？他到底在等什么？他等的是什么？他等的是什么帮助是吧？因为他没有帮助呢啊，他没有什么，没有帮助他的人，没有帮助他的人。如果没有，他说没有帮助他的人，他知道这个现实是吧？真的没有帮助他的人是吧？你们想想看是吧？他又没钱又没事，啊，比如说40岁得病，他已经78岁了。那么有没有帮助他的人？谁愿意帮助这样的人是吧？穷困潦倒。还惹上一身疾病，病了这么久是38年，是吧？是吧？你们想也是在理吧？嗯。但是他却在那里等，还是没有人帮助我，他还在等着什么？有人来帮他？这非常简单的提问是吧？你们想一想。那么，啊，没有人帮助他。但是我等什么？只等奇迹发生是吧？只等奇迹发生。啊，人是没得帮我了是吧？啊，没有人帮我是吧？那么剩下的就是靠什么？靠上帝的帮助了是吧？啊，你们要看得到是吧？这个人呢？在等待上帝的帮助是吧？等了38年却没有等到，但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啊！这是可见他的伟大之处是吧？38年矢志不渝啊！我看到这段经文以后啊，
说如果我能做的他的话能做到这点吗？做不到。等三年不行的话就怎么样，就拉倒吧，撂挑子了是吧，没盼望的，没盼头。这个人却等了38年，等了一辈子，等了一辈子。终于有一天呢，一个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年轻的一个 木匠呢来到他的身边，说你想被治愈吗？痊愈吗？这样问他。这个人知不知道跟他说话的人、讲话的人是谁？他不懂。终于呢，真正的从天而来的帮助来了。他这样盼望、这样等待的这个帮助呢，从天而降的帮助呢来了。上帝向他伸出了帮助的手、救赎的手。上帝来亲自来成全他，这样至诚者灵是吧，诚者感天。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啊，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入水里，他说但是水冻的时候没人把我放到水里，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那么水冻的时候呢，别人在我接近水的时候呢，别人已经都比我抢先跳了进去。更让我们感到新奇的是，用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竞争过他人，但他还是什么？但他还是不放弃，他还是往那里，往那里靠近，是吧？这是什么？这从正常人的眼光来讲，是脑子嗅到了是吧？自己根本都竞争不过人家那么一动他就往那儿爬，本能的往那儿爬，就往上走，开始这样一瘸一拐的往上凑是吧？所以周围的人都耻笑他，是不是脑子嗅到了啊？每天都到来到这里有什么盼头？但是这个人呢，却什么不放弃他的信心，不放弃盼望，自助人助，他相信自助人助他要告诉上帝我是多么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是吧？他的挣扎。他这样每一步的挣扎都是向上帝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是这样的盼望，这样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是吧？他在传递一种决心，传递一种信息是吧？所以说自助是什么？自助就是什么？自助就是向上帝表示你需多么的需要帮助，是吧？如果这个人躺在那里的话不动的话，就是什么？就爱不开面子，是吧？怕人家的眼光，怕人家的耻笑，是吧？所以旁边的人会怎么样？会冷笑。那么下回水洞他还得迈几步，是吧？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那么他不顾人家的眼光，他放下了面子，是吧？放下了面子这是什么？这就是迫切的需要上帝的帮助的一个信息，是吧？向上帝表示他在等待上帝的帮助的这种决心呢，用他的真的很微薄的行动来向上帝表示出来，是吧？自助天助，是吧？自助就是向上帝表示，用你们的行为表示你多么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是吗？死亡的念头都不断的抢占你们的心头，我需要生命的念头那么死亡的念头呢，却久攻不下。这个时候你们要什么？毅然决然的行动要表现出来。怎么呢？睡觉的时候起来说忘掉一切烦恼自己也能要做到。这样的人才是什么？真正能够自助天助的人，是吧？过去自己在房间里，我自己是不是脑子嗅到了，是吧？是不是有毛病？自己的自己难为情，这都是死亡的念头撒旦呢
不让我们向上帝表现出我们的决心和意志，他总是告诉我们，你们要出于面子，你们要克制，是吧？这就是爱面子的、实质的本体本质，是吧？你们不要被他所骗。又怎么了？我要来夸你两句，是吧？伸开两脚啊，伸开两腿啊，跟热炕头一样。我们的这老公呢，这样啊，给他按摩，是吧？好有福气啊，好有福气。好有福气啊，很好很好啊。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啊？好像是不好意思，爱面子是我们第二个本能，是吧？这样以后呢，耶稣说起来，耶稣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把生命的气息丰丰富富的赐给他，因为他已经做好了接受生命气息的准备，是吧？所以我要让你重新走起来，用我的生命的气息，用生命的气息给让你重新站起来，是吧？走不是过去的道路，走的不是过去的道路，而是新的生命道路，是吧？这个没有力量的腿，萎缩了的腿，突然就开始有力气了，是吧？然后开始怎么样？用不用再走到那个池边了？不用了，是吧？在这里呢，这个世界上所说的那种虚假的那种骗人的治愈和上帝的生命的气息的治愈呢，当这样两个这个真假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你们就要知道选择什么了吧？他是等待上帝帮助的人，是吧？但他脑子里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那么他以为上帝帮他会怎么帮，会把他放到第一个放到水里，是吧？但是呢，上帝的帮助呢是无需跳入这个水中啊，无需跳入这个水中。有的人问我我现在已经康复的康复了很多，通过新起点生命原则呢，有一天来到我们这里是李博士，有人说有人给我弄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山参，我吃不吃呢？吃不吃呢？这样问的话，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想？人参再好，比生命的气息好吗？你们明白了吧？如果越贵越难得之货，越是对我们没有必要的东西，越贵的东西，不要贵难得之货。上帝的爱呢，就是把最宝贵的东西免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才是上帝的爱，是吧？他不会贵那些难得之货，是吧？你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懂吗？要有这样的信心。你们看啊，上次都听完了，是不是又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呢，总是见异思迁，是吧？总要回到过去的生活去。所以你们要经常听听这个课，是吧？问题是这样，你们吃不吃这个人参呢？如果你们相信他说啊，我吃了肯定会好，相信的话，吃人参的话，那么新起点的效果呢？新起点的效果就会降低，为什么？那么你们与生命的气息相连接的信息呢，就跑到了三身上去了，是吧？你们开始相信三身了，所以说我呢，我只有信靠上帝的道，靠上帝赐予我的生命的信息，这样我才能完全康复，是吧？我所能做的只是为生命的气息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
你们像就是要单纯啊，一句话能概括下来，不要里边再加一些什么乌七八糟人为的东西啊，无为而无不为啊。啊，说耶稣呢啊，那么负责到底啊，他创造了生命，他就要对生命负责到底，是吧？让这个38年患病的患者呢能够一瞬间得到康复。那么耶稣为什么啊能够对你们的疾病负责到底，让你们康复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创造了我们。嗯，因为他创造了我们，道生万有，是吧？那么这也是非常不错的想法。嗯哼。如果有人跟你们较真儿，那么你创造的生命，那么你负全责，这也不合理。比如说按美国的那种爱的方式来较真儿的话，你给了选择的自由，他做的不对啊，他自己咎由自取啊，他应该自食其果哈。从美国的方式这样跟你们较真儿的话，你们。如果撒旦用这样向上帝较真的话，上帝会怎么回答呢？嗯，从上帝的立场会怎么回答？啊，我是无条件的爱的。啊，那么从美国的爱的方式的理解呢，这个是不成回答的，是吧？那么他自己选择，自己咎由自取，自食其果哈。那么你为什么要负责？他应该负责才对呀，是吧？对这样的挑战，上帝会怎么回答？如果撒旦这样，怎么能说服这样咄咄逼人的撒旦的挑战呢？让所有的天使们都能够理解上帝的，那我就是这样的爱啊，这也是一种无理，是吧？那么爱的什么？对他的罪呢？不解决问题，完就是一味的说爱，那么把他治愈，啊，这就不合理了，啊，那么怎么回答？啊，是我让他得的病。啊，这个回答呢，都是不错的回答。但是呢，对那些就说向上帝挑战的撒旦呢，是不是一个明快的回答，是吧？都是不错的回答，但是呢，都是你们道出了上帝的心意，是吧？但是呢。这个挑战，咄咄逼人的挑战的撒旦，如果说我知道你是爱，但是你的爱是不合理的哈啊，你的爱不够合理啊，那么你的爱我们不是不知道，是吧？啊，那么爱是行，但是啊，所有的黑锅你都背啊，所有的疾病你都治啊，这是什么？这不是让这个罪恶更加滋生吗？是吧？贯容吗？为什么他要负责？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我们曲解了的东西？不是这个人啊，曾经给人伤害，也损过别人，是不是让别人吃亏？在这种牺牲这种过程当中。大量的自由基走上死亡的道路，是吧？破坏我们深邃的细胞。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一概不过问了吗？所以你们现在学了半天还是懵懵懂懂，说明你们脑子还是没开窍啊，都是心里应该有数的回答，是吧？上帝说。对呀，
所以你说的对。那么，所以呢，我把所有的罪的这个，罪过呢，都在十字架上，都已经偿付了，所以我能负责，是吧？用我的生命啊，已经换来了这些生命，这些生命是我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所以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十字架的爱，是任何人都不能向上帝什么，对上帝的爱无法提出挑战。所以上帝呢，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来到人世间，他承担了这个痛苦，受了这样的屈辱，然后为他所造的所有的人类和万物呢，为他们赎了罪，付出了罪的代价，所以呢，通过新起点生命运动呢，上帝呢赋予大家生命的气息，然后能够治愈大家，明白了吗？这才是什么？这才是大家所应理解的十字架的真意，是吧？十字架的真意。如果当你们以后仰望十字架的时候，这就是什么？正是因为它，正是因为十字架上彰显着上帝的大爱，他为我们赎了一切的罪，这样我们才有什么？真正有希望，有盼望。因为上帝通过十字架，可以完全的什么？完全的负责我，这样我现在才有希望，是吧？所以这个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十字架的道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一个这个教会的标识，不是什么商标，所以说和每一个这个世间的万物都有直接的关系，和我们直接相关的十字架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所以我们要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天人合一的标志，所以大家呢，就说能够真正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命负责的上帝，你们要选择他的时候，用什么来表现出你们的这种选择的决然、毅然决然的意志呢？要用你们的行动，实际行动，毅然决然的行动。那么再不留给撒旦任何的借口明白什么意思没有自助才能天助，是吧？所以我奉劝大家一定要恢复你们的健康，然后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做一个漂亮的挑头，然后让你们的人生呢向着永恒的生命飞奔。Sure.
上的祝福，他对我真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的大爱。你让我们明白您深奥的真理，生命的真理，并让我们徜徉在你生命的大爱里。让我明白你的真理就是生命，你的爱就是生命，你的十字架就是生命。啊，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的爱。我们知道你，我离开了你的爱，我们无法生存。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了十字架就是天人合一的标志。我们现在明白了最高的旨意，最高的真实，最高的信息，至高无上的善，就是上帝的爱，这个十字架的道，我们现在明白了，领受了。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愿意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道，这样我们才不论我们在怎样的逆境当中，当死亡的念头怎样的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仰望十字架，获得新的盼望与生的勇气。用我们的毅然决然的行动，向上帝表现出我们是多么渴望你的帮助。这样，主啊，当你我们自己的选择所引起的疾病，你不但负责到底，让我们康复，还让我们的生活呢完全改变，作为一个新人开始新的生活。迄今为止我们没有体尝过的幸福与健康，让我们能够在剩下的人生当中能够和家人一块儿分享饱尝。为此我们愿与你同在，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阿们。